个台湾人生最大型的食草动物水鹿。头汤烟在台湾中央山脉出现的山东生物，身体最长就得上到240公分。不过记得虽然上有红台章，想要看到真紧热上的水鹿没那么简单，因为记得水鹿动手，除非客山客到台山都的山脉比较高，还得用烟清醒看。记得因为冻好水，所以本应含着水路。在南亚到东南亚又有分别。不过按你台湾的水路，算是台湾自有的亚种，所以了下它这个含机台湾水路。其实台湾之前都不冻到。可按你的提名就对，鹿港、鹿仓、鹿寮、鹿草，全部都鹿相关。不过咧，台湾鹿个档少档少咧，原先鹿个地位大，前几年上个花鹿个，伫1969年就绝种咧。你也是纯水鹿，伫台山都罕有。不过看到几条，咪非常困难，可能系本大猎人因合过，伫山都呢。因因他们看到鸡，鸡然然就皮动伊，早就只有每下死。台湾原生的鹿科动物总共有3种，除了水鹿、落花鹿个，还有一种是江。可见台湾原本就是动物天堂。其实台湾蛇猛蛇，不过还是有条从动物天堂的蔬菜，本安利的中央山脉保留下来。第二位，因为马路又长然，人行得多，所以大多街道的水路唔但长多，还唔惊人，就规圈规圈定下面条线，条来来是草。还规只山头，除了躺到花面桥上，咪看唔到其他的动物，通常会看到中央山脉地多的水路天堂。相款啊，假使到时间转到2-3万年前的清朝。安尼的景象，其实伫台湾几百公尺的浅山就蛮难看得到。你今日感想很样板。